又跟那种很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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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认识都小一年那种我才敢，不然我不敢的。我把一个月工资给你，好，可以，录屏不？录屏不？谢谢关注。该客气的时候不客气，哎呀。打开的时候真的是在搞节目效果，打开他也知道我在搞节目效果的。我有的时候就经常故意这样电话打过去，快点过来给我刷点怎么怎么怎么讲，都是故意的。你让我真叫，我就叫不出来的，我就不好意思叫的，我觉得有点像个要饭的。520刷不停，尊嘟假嘟，那我520我吃不少呀，我吃老饱。那我520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婚纱裙穿起来，我那个婚纱裙穿起来，这鲍鱼萝卜吃的不少了。你滚你边，没事儿，你可以唱首歌回吧。嗯，那不好吧？那你等一下爱上我了怎么办？我唱歌老好听了。我唱歌老好听了，方便我取关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还要给我代付那个香奈儿水乳吗？我昨天订的。你唱歌真要命！哎呀，我昨天没有好好唱。你们问户姐，户姐，我昨天后面唱的是不是挺好听的？链接你没发。哎，算了，我搞不出来那种大夫那种事，算了，开玩笑的。这节目效果多来几次，我爱吃瓜。哎，我之前更有意思啊，就我跟这个打开，我跟他认识多久了？嗯，好久了。然后以前我说他是我的翘嘴，但是我们俩私下也不聊天。然后他就每次说我吊他，然后是干嘛来着？然后是干嘛？哦，那天是干嘛？哦，算了不说了，等下他说我说他会换。家里的猪跑了，到现在没有回来。什么猪？什么猪？什么猪啊？我怎么没懂呢？谁给我翻译一下？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昨晚因为听到你唱歌，你不是说我好听吗？你骗我的？你昨天都说我唱歌好听，我记得的，你还给我送礼物来着。你说好听好听，然后就给我送礼物了。我觉得好听，然后你的母猪就是听到我唱歌就跑了是吧？至今还没回来是吧？那我是不是要赔钱给你啊？我要不要赔钱给你啊？嗯，1000块钱以内我可以接受。羊驼，谢谢羊驼的小星星。
赔多少呀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赔多少？你说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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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呀。先说个姐姐，慢吧，别吵。今天日子不错，结婚的很多。谁跟谁结婚啦？我跟我榜一结婚，马上洞房。我要跟我榜一步入洞房了。这几天日子都挺好的，我每天早上都被那个鞭炮给吵醒。其实骗你们的，我每天早上都没有睡觉，刚准备睡觉，它就嘣嘣嘣嘣嘣嘣嘣。哒哒哒哒，怎么没有人理我啦？欢迎爱已欠费。想知音的曾是谁？